铁泰鲁格408车次在清明连假首日撞上从冰坡滑落铁轨的工程车，造成五死死200多人轻重伤的重大意外事故。总统蔡英文3日下令全国降半旗3天追悼罹难者。盐泉不少群星得知消息后也捐善款协助伤亡家属。而今日爆红的网红叔叔凤梨也捐助10万，不料竟有酸民嫌捐太少，他事后无奈发文回应。